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值万历改元新主登基之际，礼部谨遵祖制，晋封当今圣上嫡母先帝皇后陈玉蓉为仁圣皇太后，当今圣上生母先帝贵妃李彩凤为慈圣皇太后，并致金简御书以昭后世，钦此。臣张居正率部院大臣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恭贺晋封。奴才冯宝率内廷二十四局管事牌子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恭贺晋封。诸位爱卿平身。谢。